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要化简这个，那这个哈，我就令它叫 x 好了，叫 x。然后的话，这个2的话哈，可以拿上去，变成呢根号13的平方了。然后现在哈，两边哈再取对数，以根号12哈减根号11当底。所以就得到什么呢？哦，得到这个 log 啦哈，以根号呢12减根号11当底，然后的话哈，这个，啊这个底的话也是它嘛，啊这个啦，这个是 log 哈，以根号12减根号11当底 x， 哦，啊这个的话呢是等于这个。啊，现在这个底啊，跟这个底一样啊，所以得出来就是这个了。哦，得出来是这个。啊，这个的话，这个平方以后就是13嘛，所以是 log 哈，根号12加上根号11 13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啊，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？根号12减根号11哈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根号12。加上根号11分之1啊，我就上下哈乘以呢根号呢12啊乘以根号根号12加根号11啊，哦，我上下乘以这个，那这一乘是1嘛，所以这个是吧，这个是根号12加根号11的负一次方，那负一次方的话，所以这个多少？这负一哈可以拿出去，就是那个负一分之一，哦，啊 log 多少呢？哈，根号12加根号11 x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就等于啥？这个就等于负的多少 ？log 哈，根号12加上根号11 x。好，那我把这个负号拿进来的话，然后去那个去对数，哦，这负号拿过来的话，拿进去就变成 log 多少哈，根号12加根号11，啊，这是13分之一，等于 log 根号12加根号11 x， 然后两边去对数，再底一样嘛 ，x 等于13分之1啊。